舟是一项需要合作的运动，父母和孩子必须一同齐心划桨，才能让独木舟顺利前行。透过活动体验，不仅能够增进亲子感情，更能激发彼此间的团队默契。这个桨呢，有分正反面。你们觉得我这样子拿是正面吗？不是。是吗？好，那怎么看？为什么是这边？你们为什么说这边？开始凹槽吗？对，有凹槽。好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个上面比较长，有看出来吗？对，这一条线比较长。哦，这一条线比较长的在上面，就是正面。体验划独木舟对于大部分新住民家庭来说都是第一次尝试，松山运动中心也派遣专业教练指导，确保参加者在安全的前提下享受特别的水上运动。这次参与的新住民有来自原属国籍为缅甸、中国与印尼的家庭，大家纷纷表示非常感谢松山区公所举办这么棒的独木舟体验活动，不仅是一次难得的亲子互动机会，更让新住民家庭一同在这酷夏中创造许多美好的回忆。松山区公所新住民课程，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。